嗨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我的视频。上一期视频我为大家介绍了马来西亚的著名商人、全球橡胶手套大王林明福老先生的创业成功之路。那么本期呢，我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为华裔商人之首，他的名字叫张子杰。张子杰出生于1952年，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裔商人。他在马来西亚槟城长大。张子杰的父亲在1950年代初从中国的福建省泉州市，因为社会及生活环境的问题，带着家人来到了马来西亚谋生。当时是有许多人到海外谋生的，尤其是福建地区。这个福建地区的朋友应该很清楚，我就不仔细讲原因了。他的父亲呢是一名小商贩，家庭条件较为贫困。张子杰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多个公司工作过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。1983年，年仅31岁的张子杰靠着自己的聪明勤奋，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创造了他的财团集团，并且迅速发展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企业之一，涉足多个领域，包括房地产、零售、制造业、金融、酒店和媒体等等。那财团集团旗下的最著名的公司就是这个财团体育，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彩票运营商之一。如果大家有买过体彩这些的话，应该知道这个财团体育大概是什么东西。那财团集团呢，在吉隆坡拥有许多办公场所和商业物业，几乎呢是无人不晓。我这里呢插一段灵魂拷问，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？这些在海外的华裔，他们特别热衷于做慈善，而国内的有钱人却很少听说。相隔万里呢，却能在每一次国内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听到他们的声音。国内的一些企业的声音也有，但却有很多是负面的，甚至我还碰到过企业把这种捐款任务强加到员工的身上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往往企业号召捐款的时候，往往是上面给到企业的任务，而不是企业自愿的。你们回忆一下啊，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接着说张子杰老先生吧。他除了商业领域以外呢，张子杰老先生也非常注重慈善事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要提那个话题。那他创办了张子杰基金会，旨在帮助弱势群体和促进社会发展。他还曾向中国捐赠过1亿令吉的资金。1亿令吉是多少呢？1亿令吉按照现在的汇率算，相当于1.66亿人民币，那当时是更多的，用来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儿童和医疗事业。这并不是第一次，每次有什么自然灾害的时候，他都会捐款。1.66亿人民币有多少人知道他呢？像林明福视频里讲的，他完全可以不捐。他在马来西亚出生，在马来西亚长大，没有喝过中国的水。他的父母为什么要跑到马来西亚去谋生？有钱人跑出去了，是带着钱跑的，那叫移民。那穷人跑出去了，是活不下去的，叫谋生啊。为什么要跑？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答案。那他父辈呢，对这里的回忆应该不会好。
如果视频前的观众不太理解，可以去问问你们家里的老人，30年前开始往回倒推。又扯远了。那接着说张子杰的家庭生活，也不算隐私吧，因为这个在网上都有的，在张子杰的在马来西亚网上都有的。张子杰的家庭生活呢比较低调，不太公开。他曾经呢娶过2位妻子，但2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，离�婚收场。他有4个子女，其中2个在商业领域工作，已经比较有名气了。那张子杰老先生的成功来自于他的才智和勤奋努力。他的家里不是移民去的马来西亚，而是偷渡过去的，没有什么这种经济上的这种支持给到张子杰老先生，他完全靠他在商业领域有着卓越的眼光和洞察力，能够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，所以他才成功的。同时呢，他也非常注重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。刚刚我已经讲了，他在商业成功的同时也积极回馈社会。在马来西亚的很多就是慈善机构或就是公共的这种机构啊，都会看到他的捐款。那他是呢受到了这种广泛尊敬和赞誉的。对于张子杰的故事你有什么启发呢？马来西亚有很多华人成功的故事，我能给你举例出来很多很多。那其中呢有些人呢还是我的偶像，是我学习的对象，包括马来西亚著名企业家林国泰，马来西亚林氏集团的创始人。他出生呢也很贫困，真的是很贫困。他自己有过一次演讲，说到他的家庭的时候，他自己都哭了。家里别说给他是帮助了，能不给他就是能不找他找救搬救援就不错了，能不找他救援就不错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成功的将自己的公司发展为一个跨足不同行业的大型企业，包括房地产、酒店和零售业，还在这个商业和慈善方面也有这个卓越的成就，被誉为是马来西亚商界的传奇人物。还有一个香港富商叶辉旺的儿子叫叶云顺，但这位呢是一直在马来西亚长大的，虽然他的家在香港，年轻的时候呢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，他爸爸并没有给他钱，不像国内的很多企业家老板为了扶持自己的孩子，给你一笔这种创业资金啊，他们是没有的。那现在呢，他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这个地产开发商之一，拥有庞大的资产和这个业务。我去看房基本上5个得有3个是他的。那他也积极的参与慈善事业，一直为社会做贡献的，我认为是贡献。那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